我车有红绿灯吗？没有啊，红绿灯是两个口角，都有交道啊，到时候就要出现了。哪一边？这边哦、喔。金碧辉煌啊！你。这展览店馆，这点是这家呀。他其实卖的东西没有说贵到哪里去，只是我们不想买那么贵的东西。我们没有买，没有用到那么贵。这个百货公司的东西习惯了。所以你看，我还是穿什么？你干嘛？地下室坐上了。那边的。